是咱台湾人的电视台，现在要为你播出《细说台湾》。愿你的将来，好天安排，献出每一份心，是期待，无需要人知。阿良跟秀明想要演出六年，所以叫阿恰跟驾驶一个叫唔敢，阿恰想要找天宝讨命，都将算盘搭对苦阿霞身躯顶来了。伊说要苦阿霞替秀丽办冥婚，然后设计天宝捡红包，阿天宝是一吹就个答应啊，想要搞讲红包内底竟然是一张地契啦。阿良，阿良，你有地契哦？阿良，天宝，我等要找你啦，是嘞啦。顶面我是因为食醋才讲遐五四三，你大量有大量，莫跟我计较啦。阿亮，先莫讲这啦，我吼是来找你买物件，这地契哦，你提，我要甲你买买，买一点过来呀。袂用的啊，你已经对我足好啊。你的心意我有收到啦，不过这遮尔啊贵重，我无法度收啦。地契吼，赶快给你，钱哦，我自然就有啊吼。袂用的啦，你顶面讲哦，趁钱做危险的，啊，你卖冒险啦，我替你收起来。收起来，安尼搁较袂用的。无着过去，来去将钱输啊了。阿亮，我输啊，你斗相共。啊，顶面你跋筊啊，啊，见跋见输的迄个所在伫倒啊？啊，你开啊。加。啊，你也袂晓跋筊啊，是安怎叫我带你来啊？啊，伊阿丽目怪怪。听着你要跋筊，无甲你阻挡，啊，搁甲你鼓励。哎呀，敢若跋筊尔，就当作出来见世面啦。既然这是跋歹筊，我应该就袂晓钱。契约敢若讲袂当将钱半个人开，也无讲袂当跋输筊。行。行啦，阿姐，交过来。算是五块诶，这是一张地契呢。哎呀，这是地契，你要收啊？好啊，你若交地，我就交收啊。等下，你这笔记，哎呀，没有啊，嘿，笔记，算呀，赢啦！田宝，你赢一间厝啊啦！好嘞，恭喜恭喜啊！行。咱要去补，来，等下无用的，钱我，钱我，袂用的啊！我袂当目睭见吼，看伊输到落底啦。这是我的钱，你是化妆师啦，摕来啦，摕来啦！田本人安怎阁拢唔听啦？我看，我也是先替伊把钱藏起来，等伊输到稀烂嘞，知影干死了，我才还伊啦。我啦，摕起来。来，你开啊，开！帅呀，哈！呀！卖博，卖博了，天宝，我你运气有够好诶，我伫只唔卖赢过钱，继续博，来，紧者，我快等车啦，最后二手要开啊，开，三十五大作家啦，输啊，啊，输啊，输啊，哎呀，行，我来出，我来出啊，来等。想袂到跋筊输遮紧，那呢以后我就免惊钱开袂了。我拢输啊，稀烂嘞啊！你搁笑会出来哦？阿良，开钱消灾，你只要知影一句话好。我干嘛我唔知啦？再见。你创啥物钱啊？遮个钱哦，你收个啊。看是要买物件送秀明，还是当请伊食饭啊？
哎，虽然我这种输了，暗光吼，我生活阁会得过，你唔安尼啊？我这着你的钱啊，我的钱。嘿啊，我拄则我今日输了了，我着先藏起来。啊，我来只巧啦，加在我藏起来，若无哦，我更加对不起你啦。钱摕来啊，这是我的钱。哎呀，阿良，我要害死啦！我是去跟你斗三工的。陈宝，我四月拢无看到阿车，伊不知去倒位安尼。阿你一卡了袂？还佫剩车啦！哎，阿良，卖叫，卖叫啦！哪佫有钱啊？早时已经过啊，惨啊，袂花啦！无恁两个即马是咧舞台一出来啊？陈陈宝，你已经违约啊！阿姐，妖怪！陈宝，你去走啊！阿姐，我求你，你帮陈宝算好无？阿丽，你卖阁为何伊啊？这个在遮呢，你闪啦！阿姐，你是在做啥？伊是要撩我？你唔较早讲，我当作伊要找我嘞。陈宝，过来啦，紧紧走，猫抓你着啦！娘子啊，要走怎会走啦？是要走去倒啦？对啊，飞龙江，是生是死，你看孙公有甲我保庇无？行啦，紧走啦！阿龙姐，阿姐，你走。这陈天宝还阁不离阿巧。我知影，爱找孙公公来斗相共，不要紧。虽然我无法度入面，啊，不过我唔相信，你一世人我袂娶。好个仔，无对来，有够恐怖的。阿天宝，现在这人是要治你的命。我，哎，拢已经母家安尼啊，你也是唔肯跟我讲哦。这，果然是无事不登三宝殿。这个陈天宝真正是怎样，要来求尊王公。本王相信，伊这次已经学着驾驶，未阁惊上歹路，就好本王来处理吧。伊免来讲会出嘴啊，贪财卖命，惹出这么大的事端，不是伊无想要跟你讲。是因为心内感觉想计较。宋雅生，我知影你唔是坏人，我拜托你救救我。好啦，看在尊王的面子上，我着替你点破。哎呦，恁两个即摆是咧讲啥？我乃听个雾煞煞，该咱解释一下啊。阿廖。我甲人伊签契去，伊每一工拢会我得到发财，啊，不过我哪会将伊代志讲出去？啊，这是无开完药，我的钱，我的命就是伊。签契哟，无怪你最近这么好个，你真正是想伊想啊笑伊呢？连命会给人这种契约，你不敢签哦？我迄个时阵，敢知影只要我有钱，就能替你解决脾气的问题。谁知影靠阿谁讲的无算话，阿是害我把用性命嫁给你啊？别讲啊！我去用龙签啊，袂好啊！原来你是要跟我斗三工哦？啊无呢？好啦好啦，即马讲这拢想慢咯。阿良，若要救陈天宝，佫需要你的斗三工啊！我，什么先？天宝是我的外乡兄弟，有甚物烦有做你讲，我一定爱救伊的命。真简单。只要你找一只白鸡来，就会用你咯。白鸡，无唔对。有够恐怖的，看到我一个，莫来找我。白鸡蛋。俗语讲，囡仔做大戏，做无路来。
敢讲阿良为着要解救外店兄弟，连家己这条命也会无去呢？看到我没刷嘞，这边错啦，哎呦，要死我！你敢真正看无？唔系看无啦。姨妹叫来，进来走。白鸡，头鸡，我买阿一只白鸡。这只卖用的人定义啊，袂当卖你。我若无，我用两倍介绍给你买啦。这都不是钱的问题，这人主文义啊，十倍嘛卖用的啦。头家，钱足重要，你莫死脑筋啦。甲鸡卖我，拜托个啦。哎呦，阿良啊，你甲头家那五五两是两什么啦？哎呀，头家啊，快订个白鸡干母。哦，直接直接。啊，原来恁熟识，啊，无这这鸡啊，看恁要哪处理啦。哦，阿顺啊，这白鸡你订的啊？是啊。那提宝有救啊，有救啊啦！阿良啊，你马上卡慢嘞！哎呦，是阿良跟阿妈，阿良哪会搁转呐？而且搁掠一只白鸡。哼，免想嘛知，伊一定是想要拜托总公来甲斗三工。啊，不过今嘛，不管请任何人来拢无效啦，因为无人会当破坏大娘的计划。白爹啊，我白爹啊！阿妈，阿娘，你来把阿妈带来啦！你这个囡仔，你这个囡仔，你这个囡仔，你还这么大的麻烦，你唔惊阿妈烦恼是无？哎呦，是讲无代志就好，无代志就好。无代志，代志还袂煞嘞，白爹爹来。今仔我甲丹天宝的八字放在这只白鸡脚头顶，这就叫做替身换。迄两只鲶鱼若看到这只白鸡，就甲当作是丹天宝。恁啊，是唔通看破卡手呢？到时阵安尼就白做工啊。鱼爱关好，才会当骗过迄两只鲶鱼。阿春妈、阿良，恁两个带着这只白鸡回去厝。林鱼一定会当努力等你，到时阵因会来甲你抢白鸡，恁哦就加做真紧张，介小心一下，也毋过免介拼性命，差不多的时阵就会当互因抢走白鸡咯。但即马无人，紧来抓陈天宝。阿姐，干啥？阁想要求真实？家己甲大娘讲啊，闪！大哥，这里你们哪里？哎，走啊，跟走！你走，天宝，哥小妹走，给啊！阿姐，天宝，阿妈，跟走，我看你们在哪里？哎呦，你才是一只白鬼哦，弄到天宝安尼。啊，赶紧来去芙蓉桥。好，进来，进来。奇怪。啊！拄只迄只人鱼，哪会跟我以前是西人同款同款？唔对嘞，已经二十多年啊！哎呦，无可能这少年啦！阿妈，你快去嘛！我带去，我带去。有够恐怖呀！迄只人鱼，今日给阮食到拆掉了肉啊！未歹，代志办了未歹。阿良啊，真多谢你搞到三个，莫安尼讲啦。咱两个交情哦，免讲遮个啦。秀美，你哪会这早来拜拜啊？我，何秀丽今日才会来求平安，啊，不过这位是要怎讲出嘴？秀丽是我的亲小妹，伊当来照你讲，我真欢喜才对。我绝对袂当让知影当初秀丽的阴事，是因为我创治伊造成的意外。无啊，啊我着今仔日较早起来，着较早来拜啊。啊恁嘞，哪会来遮？秀美，
我跟你讲哦，伊个阿丽伊唔是人，伊是只人鱼，啊，佮有伊个阿车伊嘛是啊，因两个哦要挃天宝的命呢，所以我才秘伫只秘鬼门。家仔，我拄着伊个算命先，伊甲阮斗三工，啊，所以哦，迄天宝伊才无去做迄海龙王的竞赛啦。阿丽要掠天宝？你误会啊啦，是迄个叫阿车的要掠我，等到是阿丽一直甲我斗三工啦。你莫听因讲话啊啦！因一个真好人，一个真歹人，拢是歹物仔啦。秀丽要掠天宝，敢讲伊怨恨天宝当初无救伊，才会来报仇。那恁一定莫掠我，因为是我害伊的。我要无命，我要无命。秀美，啊，你是安怎啦？是我把你惊着哦。你莫惊，迄算命先足厉害，伊已经把代志哦处理好势啊。算命先，算命先。秀明，你听讲救我。秀明，你是安怎啦？我敢是让人欺负，我去找人算账。你别管啦，秀明生，你听讲救我，唔该开我这钱，你听讲救我。这讲话无方便，少一个误会，对我来。只要你回家，真是魂飞魄散。不管你爱偌钱，拢袂要紧，阮家有的是钱。啊，甘要做到遐尼啊拽？啊，佫较歹，伊嘛是你熟识人啊。我若连这都算袂出，要哪讲你去对付伊啊？还是讲你敢真正袂安尼做？敢袂后悔啊？我已经想清楚啊，这几年只要想着伊。我都食袂好嘛，睏袂起，只有斩草除根，我才有法度安心。俗语讲，太郎进入了地宫了，秀美搁要来害亲小妹啊！这个请求，尊龙公敢会应呢？这几年只要想着伊。我都食袂好嘛，睏袂起，只有斩草除根，我才有法度安心。哦，安尼我知咯，明仔载我再来找你见面，再搁讲。我有代志，我先来走。哎，小丹姐，阿郎嘞？大娘，丹田不位啊，我已经叫人抓来啊。阿姐，你做了真好。今晚我要甲咱天宝的灵魂收起，只要伊一死，我看迄个尊王公伊的面子是要藏去哪位？大娘，求你，你放过天宝好不好？我愿意因为为你照顾祖辈，你那些灵魂，你都提走我的，我要带你天宝好不好？大娘，刚才是迄个去哦，只家己欢喜，甘愿要签的哦。你哦，紧闪开啦，紧的啦！查甫人拢袂当相信，你是安怎要为着伊，你放弃你家家未来？你为伊付出，伊也袂感谢你啊！只个，我就袂甲你计较。阿婆。丹天宝的命，我一定要挃。大娘，天宝，天宝，天宝！阿丽，我安尼做，嘛是为着你好。你伫迄个查甫人身躯顶，感情下了伤重，我若是无解决，伊将来唔知安怎利用你，佮伤害你。都是我害你，天宝。今嘛，我要把你的魂魄收起。大哥，那安尼啦，是替心术。正是替心术。你到底是啥？是安怎会当无声无影出现伫遮？敢就是你破坏我的好事啊？
我并不是要破坏你的好事，我只是无让你搁做产业。你害一个天宝啊，都让你的查某囡仔为伊伤心流目屎，搁免讲是伊厝内底亲人，也搁身躯边的朋友是我尔艰苦。一个人死，是足侪人心碎。你别甲我讲遐个，伊会死是家己自找的。我的手有伊的买命，我替伊的命是提供的。就算是尊龙公来，也无法度阻挡。你的提示词确实是命，让伊逃过这届。啊，不过伊的命我赶快要治，这届就算你白了工啊。干嘛呢？安尼白过的命，白过也无甲你拍客用啊。你说夺走伊的命，安尼是不是要一命换一命？白过是单家用钱买，即马死在你的手头，安尼。人家子孙跟你拍起哦，就准都起啊！你竟然搞闭鬼闭鬼！小弟讲，红姐都有发怒，尊龙公一直提点蛤蟆精，蛤蟆精连半句都听不进耳，简直爱填补死。尊龙公是要哪躲蛤蟆精救天保命呢？明仔台讲这时间，请继续收看《细说台湾》尊龙公的目屎。1970年，阿摩港的发电厂要建排水口，当时飞龙宫古庙的人名都伫排水口顶面，注意到了甲尊龙参详要刷人名，但是排水口做好真久，拢无起新的人名。听讲尊龙都生气，竟然将翠手抱在耳后去了。飞龙宫迄年要出去运金，要留只南名，下摆分辨交通来找主帅讲，嘿，啊，要留只啦，阮南名啦，拢无迄个敢回复，安尼啊，都要笑尊龙，甲想着讲，唔知道对，啊，都要笑伊为了免落表达，让这人知，甲悄悄杀起来。因那庙祝，透早要起来见第一看，就讲，哎，啊，甲前头上的金星。就是那杀客在耳顶，刷壳个回来。第二天我照常过杀去哩。当初阿摩刚进见，所以才无多起。彼时阵管区嘛来动怒，结果等个厝个所看到因后生起笑，最后求尊龙原谅，而且答应刚刚做好人名，代志才解决。Yeah.